我告诉你一个网络笑话，有一个人他认为自己脑子不是很聪明，哦，他看了马来西亚的部长讲话以后，他觉得他自己也不是很聪明，所以他要去医院找医生。找医生做什么？要换硬脑，要换做换脑手术。所以他去到医院找医生，医生就拿一个脑给他看，哦，他跟医生跟他讲，嗯，这个脑是医生用过的，哦，1两500块。然后他问还有没有更好的，医生又拿一粒脑出来，哦，这个是律师用过的，哦，1两600块。然后他就问他还有没有更好的，他说有有有，你等一等，去 store 里面拿出来，拿一粒脑新新的没有用过的，拿给他看，他跟他讲，那你要换这粒脑可以，1两要25000。那个人问他，医生才500，律师才600，这个脑为什么这样贵？然后那个医生跟他讲，你要换这粒脑可以，因为你知道这个脑是谁吗？他说这个脑是马来西亚部长的脑，因为很少用脑，所以很新，所以很贵。啊，我转一个弯来骂人，你会听的就会拍手，听不明白的就不会拍手。没有用过的，哦，不像那个律师常常用脑，医生要常常用脑，所以呢要 overhaul 很贵，而便宜500600。部长的脑反正没有什么用的，哦，而且还不是 store 里面拿出来的，polish 到亮亮的，所以1两要卖你25000。马来西亚部长，因为马来西亚没有人才，现在行动党还有几个，我这里面很多木材，也有很多废材。所以有木材，有废材，最后你知道吗？也要人才外流过后，就变成有这样的素质的部长。哎，各位，不只是部长这样哦。你看我们政府部门，哦，现在行情不好，哦，尤其是大学505换政府，换不成你更辛苦，啊，对不对？我都跟人家讲了，505叫你们换政府，起码要换两万，3个月没有换完哦，换一半，换不到一半，吐都吐一半，那你可以的。505换政府，换不成你更辛苦。那党一起，大家一上来，怎么样？505过后尤其这样，大家一提不起，哦，前面骗完，后面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早上做鸡，晚上做鸭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到油起价，哦，低设起，被扣起，然后就到电起价，对不对？啊，电又起，然后到百糖又起价，哦，取消晶片，一样一样来。现在他还打算下个月财政预算案打油啊，乱95，你一个月薪水超过5000块，哦，没有的打95，全部要打97，这是看你们会不会死咯。啊，如果大家要改变，马来西亚要改变，只欠东风，起码已经变了，只欠沙巴。你看政府怎样用我们的钱？我今天告诉大家，是因为你们已经吃饱了，所以讲了你们等下不会吐。啊，政府怎样用你的钱，你知道吗？我先讲小的，我们呢，政府我们那个买那个 spare part 千斤顶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后面就知道那个千斤顶 jet 是50多块买一个，马来西亚的政府买就是500多块买一个，人家50多块，他要用500多块买，这个是小的啊，然后。第二，你看到沙巴的医院吗？买一架 printer 一架市价是700多块，对不对？ Laser printer， 然后送去 service， 然后破防啊！你买 printer 是700多，送去 service 56000多，得了吗？哇！我们说，哎，怎么不是贪污呢？没有贪污，我们马来西亚没有贪污的，只有买贵而已。马来西亚是没有贪污的，我们是全世界最清廉的国家，我这是全世界最廉洁的政府。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不做，什么都不做，你都不给他去安排工作，干部不做，心里不做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除了这个以外，医院卫生部，哇，他买了一大堆器材，然后那些器材已经报销了，旧了，不能用了，送去给非洲。然后，但是单开单出来，他说维修废弃的，哦，维修这个医药器材怎么用？用多少钱？哦，我听这个 general report 一看，吓到半死。林才要去不会看到都不会读了，哦，机器不见了，但是单开出来要花500多万，机器没有了，要维修，没有不见的机器，你会搞不明白。
后，要给他们一点工作做，做什么？叫他们学做面包，哦，叫犯人做面包，那些强奸犯啊、谋杀犯啊，全部这些人学做面包，啊，但是面包没有做出来，机器买了116万。然后买了116万，全部放在那边吹风晒太阳，然后全部拿去找那个低落度，他是低落一个不像那个东西。马来西亚就是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57年来没有换过政府，57年来中央政府没有换过。你换几个州啊？你看林首长虽然英明神武、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，但是呢，他还是要听宪法。州政府的权力跟中央比起来还是差太远。马来西亚是联邦制度，我们要换就要一次过换到完。为什么？州政府只有什么权力？土地、文化、贸易、水源、天然资源，其他重要的教育、国防、外交、经商、贸易、财政、税、警察、军队，全部都是中央政府的。所以我们要换中央政府，不能只靠西马，我们要多。